题吧。看一下。哦，猜人名、哦、非常简单，这么简单，实在是没懂什么叫猜人名啊。什么叫猜人名？什么叫猜人名？猜人名就是我们黑白配分成两组，嗯，然后呢，我们根据控台给的那个公式照，然后我们就是四个，就是三个人在下面猜，一个人在上面就是比划描述这个人的特征，或者是跟他有关联的人，然后我们下面的三个人来猜出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也可以肢体动作模仿。对，我们在3分钟的时间内，哪一组猜得多的那一组获胜。对，然后加一个就是猜中了就交替一个人去描述，猜对了就换人。对，车轮战那我们先来分组吧。行，来吧，怎么分？那就只能4人5人了。黑白配，来吧。哦，好，3-3。我们几个人？九个人。3-3，有一组，分三组啊，可以啊，八组也行，来，黑白配，人背，手背，哦，我们三个，哎，黑白配，谁？你也谁？哇，真的三个，一看就很厉害。我们三个看起来一看也很厉害。我们三个牛高马大的。什么东西？你听听，浓缩什么东西？瞧起我们，我们浓缩才是精华。就是，你看我们精华，对，精华，你走吧你。那说明有秒，来吧。好的，那我们哪一组先来呢？谁示范一下嘛？谁让你先示范一把子？精华先来。我觉得人高马大祖先吧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么大。行，来，就你们祖先。马大先。怎么听起来像东北那边？你认识多少？我可以的，都认识是吧？那先好，那我跟君姑你先来比划，我们俩来猜。好吧，我们这次的决战就是金华跟马大，我们看看谁赢。那我们是什么？你们组是什么？你们组是什么？我们叫我们是三，我们是金花。金花。好了，要先去拿一个手机过来计时，3分钟。啊，控台谁的手机？控台可以直接计时吗？我们让他们有参与感吧，让你们来随便来一个人计时，好吧？来，谢谢。好。哎，你们，然后你调个闹钟。积极，调出来了吗？啊，好。我们一边一个，好吧，让大家都有参与感，后面的朋友也可以多多参与。我说开始，我们在旁边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看他们，来喽，我们坐着看。我们坐着看。你来描述哦，你来描述哦。预备，开始。啊！猜不出来，猜不出来可以过。啊！你好漂亮。哦。这都不知道。那个小后背，那个小后背叫什么名字？N队的小后背，他叫罗晨曦。许帮忙，不许帮忙，来点音乐吧，来点音乐，有点干啊，有点干嘞。哦，这都行吗？味儿很简单，旺，宁珂，另外一个旺，白色的，你白色的，百姓的，旺，百姓中一个，中一个，下一个，我谁都不认识，可以多说点，对对对。下一位，哦呦，那个，他是谁？算了吧，就是不认识就过，不认识就过。仙女，像我们队的仙女，我们队的仙女邵雪聪。应该我了，该你，对不起宝贝，别看，不许看。那个金华组的。金华组的马大，有秒了。你是卧底吧你？有秒。啊，我给你记着啊，4个。我们队眼睛最大的那个，叫金阳。对，对，我们队眼睛最大的那个。你说呀。张姐，铁妹。对。声音太小了。我觉得他们不太聪明哎。下一位。沈小爱的卢心怡。在干嘛？彭佳敏呢？林哥，要这么玩是吧？没了，我们是不是每个都猜对了？3分钟还没到吗？提醒一下，2分钟。下一个，王瑞琴。
是什么都没说就猜出来了，还没说完，没答呢还。谁？表情王瑞琪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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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半分钟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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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是，这个是这个7734，我跟我一期的，47，陈琳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啊！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哦，是你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办什么？今天办那个 mini live 的 mini live， 在后台 mini live 唱那个东北歌。Yes yes yes， 快加，抓紧时间，还没到时间。N 队的，胡小慧的，刘诗诗。时间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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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你们都。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原来是这么玩，原来是这么玩，原来是这么玩。时间到，我们全猜，刚刚猜几个？没人数吗？不是你在数吗？我刚数了，然后我交代给聪聪，我说我进去一下，你妈爸妈数。然后我就一直在看热闹。应该有都在看热闹。你进去数了几个？你从哪一个进的？你从哪一个？从从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？好像是从你的，是你的吗？不是不是，他的我也看到了，他的先还是我的先？你的先，你的先，那就是你的，你的那儿开始，八个那会儿，八，算你们12个吧，可以，这么多，控台哥哥帮我们那个，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吧，一会儿没完，我们先当个胆，谁来呀？谁来呀？你们来呀？金华还是金花呀？金华还是金花呀？我们 FS 来剪刀锤，剪刀石头布。我们赢了，我们俩，你们开始，你们先，你们金花开始，金花什么？金花先吗？我们抢战，抢战，来个人计时，来个人计时，霸占的，过去，过去。你为什么要霸占我们金华组？你有微信？我乐意，因为我去一个人记一下数，拿他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三分钟。再记一下三分钟，准备啊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哇，我喜欢的。你喜欢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大眼睛，我喜欢的大眼睛。哎，2.1米的身高，看来不够。段奕璇。王瑞琪的，马玉林。是王雪松。下一位。我们队的很瘦，他的田淑丽，你的这游戏这么玩？哦，隐藏之台，容易吗？江山，对，几个了？4个了，是不是？4个还是5个？帮我们算一下，来，快，下一位，太快了，网易的周诗雨，下一位，啊，那个 N 队好女孩，好女孩，好女孩。啊，有秒是有刘杰啊，张瑞杰，有秒，对，好女孩，他们俩都挺好的。啊，过，可以过，快点，不要输在你们上，快过，输在你，过呀，过一下，哦，佳恩，李佳恩，对，佳恩，这都能猜对。那个主持人其中的一个运动会主持人郭爽，我们团的，对，我有点厉害啊，那个李淑琴的，李淑琴，农业平，谁的呀？他现在是谁的？不是谁的，不是谁的，宋欣冉的，啊？飞行员？哦，对。陈琳的室友？谁？陈琳的室友？在后一期的？啊，和你后一期的，很美的，宋欣冉。另外一个。是真不了解。谢天一。对。还有30秒。他是谁的来着？
你说，我刚才不小心看到了。那个，对的，一个花跳罗生门的，很美的，很瘦的，很小的，就是九，叫什么来着？韩家乐。七，快再猜一个，再猜一个，我再来一个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已经是会的，没了，卢天会的，没了，谢谢文，对，没对，最后这个没算，最后这个不算，好累啊，好激烈，你也可以，那我们肯定不算，不止十二，我感觉我们比你快，我感觉我们就输在了控台上，他太慢了，就是，对吧？艾姐嫌弃，好了，精华组，下一组。好，来吧，金华，有压力了，有非常有压力。我感觉你们猜的好准，有些人出来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来吧，预备备，来开始，开始。哦哦哦！手中枪，他是谁？下一个，对不起，黄安如。哦，那个黄安如的，对的，张海姐。哎，这题不算啊！不啦，在那我看到了，我不猜了。两个字的 N 队的修理工，运动会的修理工，你知道吗？两个字的很帅的狮子座。刘姐知道的也太清楚了。刘姐，错了哈，你去没事。三个字，我看到了。苏珊珊，就是，这个很难讲，就是，他就是，插队四个字的，何以 ？Yes，能不说话也可以。我不能看。我推，你推，最不能推小事。美女，插队的美女三个字，宋欣然。耶。他们怎么那么快、啊？还是他？果然精华还是有点。那个宁珂的，彭佳敏。Yes。你看，徐阳一卓的，张欣、哎，张欣。好快啊！现在转盘。快！老娘是，老娘 H 队的，很拽，老娘是家。快！H 队的老师，你在家另一个老师 ，yes。对，但我们也很快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看不清。N 队的小后辈，你认识吗 ？A B B 型唐，不是 N 队的，我们七的。他第一个字跟杨玉卓一样。许杨许字跟那个 Kiki 的第二个字许佳怡。他们要卡在这儿了。A B B 型的名字，许佳佳。没有了是吧 ？H 老师刚刚说过的那个李佳恩，刚刚不是另一个张月明，对对对。周诗雨的王毅。他们到点了吗？快了，快。还有半分钟。左志远的什么？左志远是陈雨思。下一个那个胡晓慧的，刘诗雅，对，时间到，不能吵，等着，已经敲了，哇，谢，不愧是我们精华组，精华就是精华，他们那几个，我没有，但我觉得我们肯定不止十四个，那我们 PK， 再来，我们 PK， 上广州的，但是你们十二，我们也十二，不是应该我们 PK 吗？不是，我们没数，他们应该。跟你们是统计吧，你们肯定没有他们多，因为你们的控台那边我们可以加一分钟，怎么样？每个队加一分钟怎么样？可以、把那个换了，我们换广州的。我好晕啊！有图吗？他们有准备吗？对啊，他们有。对他们有准备吗？全团吧，这全团吧，别广州了，全团。那我们这次就一分钟。对，好，就一分钟，一分钟，要不三十秒吧？一分钟好长，三十秒太快了，控台都还没把图找呢。对，一分钟吧，谁跟谁掰？谁跟谁掰？谁跟谁掰？
他们俩对吧？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十。来吧，来吧，你们组哎谢谢，我们真的不止十二吧？这个你又来微信了，我觉得你们都没有十二呢。但我们真的很快，我没看啊，主要是没人数。来吧，来吧，酷奈哥哥准备好了吗？看着你看着呢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是一位神七，今年的神七，太好说了，插队带艺的一位神七前辈，啊，就是啊，曾爱嘉，怎么还帮？曾爱嘉，你们都得帮我们一个，好，我帮你，等会儿帮你一个，等会儿帮你。这怎么分啊？就是慌一次，听不懂，这个有点认不出，那个不是小五就是爱家的黄六六六六六，对吗？哦，一点分不出来，这是七七，哎呀，我的女儿，你认不出来？大小强，大小强，要哪一个？大的大哪一个？小强，大的那个，大强，随便喊就是了。还有十秒，啊，他去过创三，去过创三，去过创三，新人，新人他不去过创三，啊，三。去过矿山，新人到了，到了，几个？几个？啊，才四位，三个，几个？三个，才三个，好，帮忙，加油！好，你们马大组三个，好难，好，金花啊，帮金花组，我有点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决战的感觉。对呀，来，要帮我们一个，好，帮你们一个，帮你们一个，如果我认识的话，开始吧，扣男，加油！等一下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哦，在 H 队带过役。H 队带过亿的一个 C 郑丹妮重庆的成员，啊，重庆，啊，高雪艺，啊，哦，中泰唱歌很好，中泰唱歌很好，就是两跟我一起上过节目，那个 Bird 什么，跟我一起上过节目，小百灵，跟我一起上过节目，跟我一起上过，这是成谁的成哥。啥？中泰唱歌非常好，那个罗涵月，不是另一个，小百灵，等你，唐丽佳，另一个唱歌很好，罗涵月，罗涵月，已经三个了哦，再来，快呀，快呀，快啊，郑丹妮的啊，陈康，可以，时间到了，就是。钱到了，你之前的室友啊，赢了，时间到了，哦，算了，你看一下，四个，我的，好吧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，你们赢得很精彩，你们赢得很精彩，有一种不过死，胜负欲，有一种。